小主管，还有一个请陈清基的驻居土木。刚才到到那个市政府院，看到那个全能路的那个撞见的是吗？是。哎，还有一个是更成功的一个地方。这里给我们都去了。啊，这个是根据我们的习主席的关系，我们去签。啊，我们去签。是的，好。好的，这个是我们民政局的吗？安排的，就是我们里边这些。你这个是呢？啊，主要这些，但是很多是兼职，这个是我们的部门。好的。所以主席以外，这些都是兼职。好。啊，这些是可以可以。啊，这间就等于经常是我们开会啊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做。桥联的一些，我们地震的主席啊。啊。我们地震的主席啊。我跟你说，啊，这个是里边，如果是。一般正常我们大陆这边的就算是你
信哦，他自己家族里面都会去整理这些东西的。那除了很特殊的情况，就是说会断绝啊，哦，你全部举的，所以这种，但是还有很多这种哦，有中断的这种，有很多争议的，像前不久呢，那个什么，那个菲律宾的，那个什么什么商会的会长黄连来，按照照理说，如果他这个一年两年的连任，这是被制，我们被制的其中一个连任，那很奇怪的哦，就讲不出，那我们是这个县的，我们就。要说什么？要追究什么？就是按照我们的中国历史来说，其实这种人很好找。为什么？因为辈分论哦，一个是一个排下来的，就是同姓，食堂不一样，也是不一样的。哦，我们这边不是经常现在多于辛苦嘛？那辛苦的时候，其实比如说我们所说的，一般好像就是字哦，会编哦。就是说，把时代的那辈分编好，是用完了就再一直延续下去。这其实是每一个同姓，但是不同的乡姓一样，每个地方都不一样的。所以像这种要慢慢去找一个难出彩，就是说原来就是哦，用那个编来取名字的。那如果用这些公教小学吗？不会难吧？有一个平台，你们可以利用。我儿子，我是负责的，我领导。对，他来我们跟他讲，就是为这个来的哦，要怎么去在马来西亚哦，比较，就是如果你们方便，我们会想一个办法。比如说在湖南，然后一个店哦，一个什么，一个什么，一个像你那，对，所以说上次讲就是我们一直在想说，要怎么来给他曝光出来。所以这次回来我们就说，把这个事情来搞定。对，那但是就是说他已经不用我们这边来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你们那边用什么方式会最好，我们希望是你们那边来协助。本来我亲戚这一块来，本来也是想要突破第一，在这一方面。看一下，我们尤其在成都，对于到新加坡去，现在穷。对，因为原来听说是这样，问题就是新加坡他现在就是老不死，我们能相信自己说了，他自己供不上，不然原来哦，应该马来西亚也是受台华的这个嘛，那原来听说是这样，包括印尼。马来西亚很多活动都在新加坡，跟新加坡安排会馆，可能五几年了，五几年应该是新加坡它的活动最活跃。为什么活跃啊？它就起的作用是三个国家的，马来西亚跟印尼的活动，包括那边新加坡、马来西亚还是一家。哦，那有可能，那印尼那时候是会排华了。他限制你很多华人的活动，可是他想到这边，听说他们这样，最早没有成立工会之前哦，他是很投入付出，放在这个，但是问题他新加坡现在想要找出来还找不出来呀，因为他中断一段时间没活动，他有段时间没活动，反正比如我当会长永远都是会长，那什么都是规定，他是这样。新加坡马来西亚，新加坡是在2003年才。
歌吧。广告动漫以及我们的这个影视制作，影视制作，对，那边广告。